胜景出九段，以天才棋手著称，接连拿下国内外多项比赛冠军。我遇到了一个女孩，是彩色的，除了她是彩色，其他的一切仍然都是黑白。刘阿姨是打定主意朝你跟胜景出的水位。哎，刘仁，你偷拍，快走！哎，不都别拍了，这不明摆着是要来黑我吗？偷拍的人简直就是无孔不入，可不能再被排出绯闻了。哎呀！你说我把我们家饭店改成围棋主题，我把盛景书照片往这个墙上一挂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盛景书得罪你了吗？以后在这个家里，谁也不准提这三个字儿。再让我看见他。去死，我一定要赢你。我给自己立了个 flag， 不到职业七岁绝不谈恋爱。小何师兄，霸道总裁之所以有魅力，不在于霸道，在于总裁。盛景初是不是要输啊？他一直到现在可谓是白刃相接，杀得昏天黑地。我从来都没像现在这样担心过一个人。盛景初，上！我要看到你们做这行业最基本的职业标准和态度。我对各大围棋道上的挑战将从今天开始。对不起。要想成为强者，那就得师从王者开始。那谁是王者呀？盛世天元盛景初。大神，你加油，总有一天我会彻底战胜你。我们公司总监想让我跟拍一下这次苏州的比赛。小七，这次苏州你不用去了。